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大学慕课地质地貌学的课堂。地球是一个由两台发动机驱动的系统，一台发动机是地球内部的放射性和原生热，它驱动和维持着全球的岩石圈的地壳运动，称为内力地质作用。另一台发动机是太阳，它驱动和维持着地表岩石的风化、剥蚀和沉积过程，称为外力地质作用。地质过程、地质事件和地表形态就是在内外力地质作用下发生、形成和演化的。地球自它诞生之日起便隐藏着太多的奥秘，沧海桑田在不断变化中演绎着不朽的神奇。地质与地貌学遵循现代地球系统的认识论，将地球内动力系统为主导的地质学基础课程与强调地球外动力系统调控的地貌学课程合并为一门课程。现在就让我们通过地质与地貌学的学习来了解我们的地球。本课程共十三讲，它们是地球的基本知识、矿物、岩石、地壳运动与构造地貌、风化、流水、地下水、风、湖沼与海洋、冰川、重力等地质作用与地貌，以及地质发展史和第四级地质等。通过地质作用的理解，掌握各种地貌的形成、分布和演化的基本规律，通过学习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认识时空的无限性、变动的复杂性，初步掌握和运用地球的逻辑推理方法。在本课程的学习中，我们将遨游在地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学习专业的地质地貌学的知识，领略地球科学独特的魅力。讲述中力求体现地球的知识性与实践性、趣味性与新奇性的完美结合。在这里我们了解地球发展史，探索地球演化过程，理解地貌形成的原因。在这里无论是高耸的山脉、蔚蓝的海洋、神奇的矿物、变化万千的岩石，还是奇趣盎然的地貌，每一个知识都会带给你超乎想象的神奇感受，每一次学习都会让你有无限的感动和期待。让我们一起走进地质与地貌学的课堂，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一起感受地球科学的神奇与美妙。